在这个录影，他最夸耀的不是他的武器，而是他说他的衣服是统统做的，他那个流苏是统统预备的，统统用一针一线帮他缝的。统统，你对他的爱不完，他对你的爱也爱不完，这就是爱情。爱晨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首歌是对你爱不完，这就是爱晨，就是爱晨。彤彤他说对你爱不完，爸爸妈妈对你爱不完。当年他不会唱跳，他不是唱跳歌手，他是老派的深情歌手。我在操偶的时候说，爱晨你如果再继续老派下去，你很快就被淘汰。然后他每天苦练六个小时，爱晨没有服输，爱晨拼了，最后他用唱跳一路拿到超欧的总冠军。在这个录影他最夸耀的不是他的舞技，而是他说他的衣服是统统做的，他那个流苏是统统预备的，统统用一针一线帮他缝的。统统，你对他的爱不完，他对你的爱也爱不完，这就是爱情。